者洪素金台北报道。侯一之回文三年再加入本土剧飙戏，他加入男友乔大陆所制作的名士幸福来了。侯一之的剧中饰演检察官郑楠，他坦言担心自己已经很久没回归八点当剧组，紧张之言更担心自己演不好。另一方面，男友制作人是肖大陆，每天进棚拍戏都会看到他盯棚，让他备受压力，直说好像有背后灵在看他。三年没进八点当战场的侯一军，日前一进剧组就拿到11页的剧本，每句台词都因为角色是检察官的关系而超级专业，让他紧张不已，脑袋更是一片空白，还捏自己大腿表示我在做梦吗？战战兢兢上戏的他还想说自己等等会不会忘词或者忘记怎么走位，再加上制作人肖大陆盯场，让他更紧张。这一次侯一军加入八点档幸福来了也下了不少功夫，侯一军表示的确是花不少费用在角色的服装上，认为自费制装很正常，而为了让自己更美，所以不管是颁奖典礼或者演戏跟主持，只要自己能做到就会希望衣服可以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。侯一军加入八点档担任检察官，民事提供侯一军加入八点档，民事提供侯一军加入八点档，民事提供